高华。你看，乡亲们知道共产党要来了，推着小车为解放军送军粮来了。谢谢你们了，陶华。为了确保此种设备和机密文件的安全，我们还需要一些小船呢。嗨，附近的船只全叫敌人手中烧掉了，眼下咱大埔口村就只剩下俺爹那只小船了。我去找俺爹。好，那咱走。